锵锵三人行，哎，咱们这个猴年的这个春节，猴年马月啊，嗯，猴年马月真是啊，哦，这个猴年的这个春节，我们来了一个这个很红又很黄啊，哎，昨天咱们讲是老电影啊，是都这个怀旧，我说有一个片子，嗯，可以看一下，嗯，也是啊，曾经让人这个热血沸腾的一代人热血沸腾啊。